大家好，我是九哥。今天广州的天气比昨天和前天好多了，今天还有太阳，看一下这天气，蓝天白云的，挺好的。我今天来这个车库这里，来看一下车子。现在12月份了，我记得好像车子要交那个月租费了吧？下午等一下要去芳村那边，还要做那个针灸治疗。今天我就叫了我一个朋友过来帮我看一下我车子，我的车灯的话，它就往上开的话是很暗的，我让他帮我拆开之后呢，看一下里面那个灯是什么款式的，然后我在网上再买一套回来更换掉。现在到车库了，我今天备了两件衣服，这件外套还有这一件，这是去年买的衣服，这外套是前年买的。这个就是我叫过来的男性朋友。你会弄我这台车吗？会一点点。会一点点是吧？行，帮我把这个车灯打开，然后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型号的，然后去换一个新的出来。车啊，你把车子都抬起来了吗？开了呀。开了。好像我听说这里有个扣子，好像要按下去的。我听说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哦，因为我都没打开过。啊？看到有扣子吗？要不然你去网上搜一下这个怎么开的。不对，你去网上搜一下吧。他现在也不会操作。要我叫他去网上搜一下这个引擎盖是怎么打开的。刚才我看到他在里面就拉了那个钩子拉开了，这引擎盖这里也是有条缝，但是这样子抬不起来，不知道他会不会。我先把衣服放。车子怎么在响呢？你让开一下。终于打开这个引擎盖了，其实刚才就里面那个按钮没有拉开，然后他再去拉一下，然后就打开了。我之前以为这里有一个扣子，就是需要按一下才可以打开的，其实不用。我来学习一下，这玩意我从来没有学过。就是你要把那个灯给我拆出来，然后我拆出来吗？他说要把里面拆出来看一下那个型号，然后我才可以买一个能够适配的那个灯。不行的，没有那个起子。叫什么起子啊？六角形的。六角的起子？啥意思啊？我带着六角。你要把这个螺丝扭开是吧？对。那就难搞哦。没有设备呀。不行吗？不行，没有那个尺寸，你小。我没有，我看到这不是有个很大的吗？这个好像也不够。来，这个、可以。那我看的还是挺准的。要是这个，他要看哪个东西？搞了半天那个灯找不到，要用工具全部拆开才可以，是吧？不行哦。那就不搞了，到时候直接去那个维修店去换灯是吧？可是可能收费又很贵，然后我又不懂行情，还去问一下别人，或者说有朋友知道的话，就是我要这个灯嘛，就是晚上开灯的时候，这里这灯就会闪光的很厉害，而且看不清楚，所以晚上一般都不怎么开这个车，白天开还行。主要想改这个，现在车子很脏的，放在这里很多灰，帮我洗一下车子咯。我有卡的，不用你给钱，我之前充了50块钱，才用了4块多，现在里面还有很多钱。这车子的话我就很少洗，一个月可能就花这个几块钱洗车，然后我们后面是洗车嘛，去那里洗。我走外面。这技术我感觉比我还要差，开的这么大的空间不开，非要怼到这边来，还不打正。哎呀，看了我真的是
他都比我还要慌。摆正哦，好，可以了，熄火吧，可以了，正了。我刚才在那里操作，他要登录账号嘛，我搞了半天都不会，之前是我同学帮我操作的，现在没人帮我搞了，我都不会操作，现在终于可以了。第一步要先清水，我刚才差点用了泡沫了，笑死我了。可以了，上泡沫。搞了半天，原来它是两把枪的，一把是清水枪，一把是泡沫枪。我们搞了半天都没看到泡沫出来。你说，笑死我了，搞这个清水变成个水枪了。这明显有问题嘛，这两个。冲完沙之后面用抹布吧，然后把那个抹布打湿。哦，那个副驾驶那里有个抹布的。没有水呀，你就拿那个水枪打出来，那个水就好了呀。这真的是水枪，我跟你讲。先练一下车。车子刚才洗好了，但是里面还没洗，第一次不会操作，前面洗个两期车都是我同学帮我操作的，我没洗个车，现在到我自己了，我真的不会。然后我的车子内饰现在是里面是红色的，好像都没跟大家解释过吧，这些是真皮来的，这些也是原装的，都是原装的，然后我自己扎装了这些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行车记录仪，是我在淘宝上面买的，400多块钱，然后让我同学免费给我安装的。然后这些饰品呢，就是我在网上淘的，就一个装饰品嘛，还蛮好看的啊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后面就是挺小的，现在我把衣服放在里面。我本来想开车去那个方舟那边做针灸的，但是呢我查了一下，他那边停车费10块钱一个小时，太贵了。我去那边至少要3个多小时，就30多块就没了。所以还是坐地铁，我只需要6块钱就行了。所以等下我还是选择坐地铁去吧。车子我上次开的时候刮到后面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刚才洗车才注意到的，这里，要近一点才能看到。上去就是倒库的时候我不会打方向盘嘛，然后就刮了这里，刮了一个痕，也不是没有什么影响。刚才稍微洗一下车子的话，它洗着洗着就没清水了，然后就洗的不是很干净，然后里面这个脚垫的话没洗，这里还是蛮脏的，其实主要是想洗这个垫子的。哇，这个蛮好看的，好漂亮，这样子拍照。哇，我觉得好美哦！试试，好久没开了，我要试练手感，有点慌。4D， 拉不下去，这怎么拉？好像现在那个好了是吧？嗯。天啊，那个车开在那里，我开到那边过去。好久没开了，我都是开20码。